这条鱼是秘制酒酿石鱼，然后呢，下面给大家做一下这条鱼的整个的一个操作流程。然后我们这条鱼呢是半条，就是平常我们上鱼都是左头右尾，然后上石鱼的时候，我们只需要就是鱼腹对着客人就行了。每类是半份，有一份是左头右尾，有一份是右头左尾，好吧？现在开始，然后我们先要把这个石鱼的鳞。然后从鱼尾开始慢慢的推下来，好，然后把鱼鳞放在鱼腹这一块，用鱼的鱼汁泡上，泡好之后呢，我们根据客人的人数，然后把这条鱼呢先从中间划一刀，然后就是分成几个客人就分成几块，然后再把汁淋在鱼肉上面。